莲花和荷花的区别。一、种类不同，莲花和荷花的形态差不多，两者都是同属同科植物，但是它们的种类不同。一般荷花也可以叫做莲花，而莲花却不能叫做荷花。莲花是所有莲属植物的总称。二、叶片区别，莲花和荷花很多人都很难将二者区分开，其实它们的叶片形态还是有很大的差别。荷花的叶片小一些，大多都是椭圆形，叶面会高于水面，而莲花的叶片像一个马蹄形态，叶面会贴近水面。三、花朵不同，虽然荷花和莲花都是在每年的6到9月开花，不过它们的花朵形态有很大的差别。荷花的花朵是重瓣的，花朵的颜色有红、白等，而莲花的花朵是倒锥形的，花朵的颜色繁多，而且荷花的花朵比莲花的大。